叫孙美波，四十岁，山东省莱州市人。这一天，他被警方传唤，查问一个叫王仁学的人。王仁学家住河北，在莱州租住孙美波的房子，以养蜂为生。可是，2012年10月8日，王仁学的家人从河北赶来，却在他的租住处看到了极为异常的景象。那很多，好几个项目都死了不少了。王仁学养的蜜蜂大批死亡，而王仁学则不知去向。养着蜂袋养了这么多年了，他晚上从不在外边过夜，他必须回来得需要那个啥处理养蜂这些事儿。不知道，他出屋以后谁知道？他光才光知道他这个名儿，他才住惯。晚上吗？就8月15日晚上是吧？晚上几点？有村民反映，中秋节那天还看到过王仁学。而据村里经营小卖部的村民反映，中秋节那天，也就是2012年9月30日下午，王仁学还在这里买了些啤酒，但后来就再也不见踪影。最后一次见到王仁学是在中秋节的那一天，这个说法让王仁学的家人非常惊讶，因为就是在那一天，他给家中打去了最后一个问候电话，语调非常的平常，听不出来有什么异样。可为什么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了？王仁学究竟去了哪里？现在的他是生是死？聚焦一线，直击现场。中秋之夜，养蜂人神秘失踪，两个手机号码疑点重重。行踪诡秘，生死不明。您是这个游戏的导演，最后的晚餐一线正在播出。王仁学失踪之后，从河北赶来的家人决定去找他的房东孙美波询问，因为以前他们曾听说王仁学说过和房东一家的关系不错，也许孙美波能提供些线索。找他不见过，他就是说忙着了，最后没办法了。无论是面对王仁学的家人，还是后来介入的警方，这个叫孙美波的房东都坚持说自己并不清楚王仁学的行踪，只是对于王家人提到的中秋节，孙美波倒是颇有印象。因为那天考虑到王仁学独自在外地，他家特地邀请王仁学吃了一顿饭。主动就说，就是这个12年9月3号晚上，就是8月15日晚上，王仁学还在他家，在他娘家吃过饭。当时有三明博，他的老头子，还有他的闺女，还有他的父母，叫王仁学一块吃的饭。喝完酒以后是9点半钟是吧离开了，开三轮车，当时开三轮车去的，开三轮车离开了。据孙美波一家说，中秋节那天吃过晚饭，王仁学就独自离开了。那么此后他是不是又回到了自己的出租屋？当时就派了这个侦查人员还有技术人员就上他那个租房去，现场是没什么，没留下可疑的痕迹物证，没有什么可疑的，比如说血了别什么都没有。虽然是给你是失踪，但是我们怀疑他作为受害人失踪的也非常蹊跷，因为他在这之前没什么反常，做封闭的生意跟我们掌握情况来看，跟报案人的情况来看呢，也没有什么反常的表现，所以突然失踪，所以说我们感到非常蹊跷有很多的疑点。王仁学失踪案的一个重要疑点是，就在他出租屋的一个角落里，侦查员找到了一张旧报纸，上写着一个电话号码。经查，这个尾号为384的电话号码的开户人正是王仁学，
但奇怪的是，无论是家人还是朋友，竟然没有人知道王仁学有这样一个手机号。那么咱通过这个手机号以后，上这个营业厅一落实，这3月16号开始货。那他这个手机不跟平时啊，这就开始就联系他这个手机。那这手机吧，和他同天开户的，是连着号的，是个尾号694的号。还有一个号。还有一个号，这就尾号是694的号，是连开的。都是同一天，啊。不是以他的名字开的吗？以他的名字开的。就在同一天，王仁学居然新开了两个手机号码，而且从不跟亲朋提起，这是为什么？这和他的神秘失踪是否有关系呢？明白，你比如说别人你是固定客户了，啊，固定客户来，那你给我送什么时候要送蜂蜜，送多少蜂蜜，什么样的蜂蜜，啊，有可能有这种联系。尽管王仁学的做法有些蹊跷，但目前还无法确定这意味着什么。时间一天天过去。王仁学的家人承受着痛苦的煎熬。两个老的吧，都是残疾。你说他那个外甥媳妇吧，那时候的带着两个孩子，他就等于跟个木板生活。那个真是最近就是，哎呀，这段时间我这船要把我累操劲了，反正我得待20多天，一个月最少得来一场。家人说。王仁学上有年老多病的父母，下有两个年幼的孩子，全家人的生活来源就是王仁学养蜂卖蜂蜜的收入。他的失踪让整个家庭陷入困境，而这也同样困扰着莱州市警方。凭着以往的经验，警方推断王仁学很可能凶多吉少。至少要在分析是原因，应该是原因肯定不在，这是分析啊。哎，觉得这个他这个。应该是死亡的可能性很大，我也怀疑是被害了。但是你这个公安是不能当人命案子受理的，最起码你没现场，又没尸体的这。你们也就是猜测。猜测就是被害了。王仁学的事情确实让人揪心，特别是他的妻子，一时难以承受。据家人说，王仁学和妻子的感情很好。这些年妻子经常到莱州陪他来养蜂，就是这样一个本分顾家的男人，怎么可能会撇下妻儿独自外出呢？难道说王仁学真的遭遇了不测？但是很快一个相反的证据就出现了，在王仁学失踪的那个中秋之后，有人看见他。黑暗中鬼魅身影匆匆闪现，深山里不伦情感若有若无，最后的晚餐一线正在播出。警方的调查中得知，中秋节后的第二天，也就是2012年10月2日的深夜，一位女村民看见有人骑着王仁学的摩托车进出她的出租屋。我在外边扒包呢，把那个女的扒了，把那个女的，哎，但是到我一直找你是12点半以后了。他那个西边这个灯，他在家养蜂这个灯就亮了啊，亮了。我这因为我外边也在外边打包包，他外边也是亮灯嘛的，我也好奇哈。我开跑出来再看，跑过去再看看，看看他你说干什么？这个车子就出来了，呼呼出来，车声大。出来以后，我也没敢过去。看见出来个人戴头盔，看见个人骑三轮车就经过他面前往东走了。就是王仁学他亲戚提供这个情况，就说。9月30号下午，这个就联系不上了。那么10月2号，还能联系上。10月2号，然后就是联系不上。然后10月2号，那么晚上他就开车走。那么这个人，那么是不是王仁学？这是比较可疑。这个深夜出入的男人到底是不是王仁学呢？如果是，行踪为什么如此诡异？考虑到王仁学曾背着家人新开过两个手机号码，警方推断。即便王仁学没有遭遇不测，至少也可以认为他在莱州期间的生活绝不像家人描述的那样简单。果然，一个新证据出现了。有个小孩姓马，他就是去上这个养蜂的地方耍，去和王仁学认识。他讲嘛，就是曾经看见这个王仁学领一个女的在这住。王仁学。和一个40多岁的女的，平均，一块养蜂子，
啊，不是他老婆。面前有个特征嘛，说这个脸上有个痣，这个眼眉这块。啊，三十白身就是长得个儿不高啊，这个40岁，来主任啊，左眼长一个黑痣。根据村民描述，在山上和王仁学同居的那个女人，体貌特征很像是王仁学的房东孙美波。如果孙美波和王仁学真的有不正当关系，那么对于王仁学的失踪，孙美波真的是毫不知情吗？随即，警方立即针对孙美波展开了调查。看两个关系不是一般关系，就不正常的关系。那孙美波承认吗？当时咋没有？我问他，他完全一口否认，这我个人隐私问题，我没必要和你讲。孙美波否认和王仁学有任何瓜葛，但他慌乱的眼神似乎暴露了真相。果然，警方进一步调查后发现，王仁学背着家人新开的那两个手机号码与孙美波有关。那么在那开始的这个物业质量号就做工作，就发现这个刘四是在谁的在谁曾经在谁手机时候就在一个叫孙美波的手中使用。当孙美波常用的号码不是这个，应该是9300，啊，是尾号9300的号码。啊，然后就是说，真觉得这个孙永波这个应该说就不正常，可以单独联系用专门联系用的，不和外人接触。哦。啊，就是专门两个之间方便通话用个手机号。警方调查后发现，那两个号码王仁学自己使用了一个，而另一个使用人就是孙美波。面对警方步步追问，孙美波终于承认，他和王仁学的关系的确不一般。反正他在外边吧，你感觉好像是。应该有女人，就是这个样子的。当时，反正我怎么说，反正有些话都感觉都不好说，也是我也就感觉自己挺窝囊的，是吧？孙美波说，当初认识王仁学后，看到卖蜂蜜的收入很可观，于是也想学着做蜂蜜生意。和丈夫商量后，2011年的夏天，孙美波就跟着王仁学上山放蜂。但他说自己万万没想到王仁学居然动了邪念。那是他就一直因为经常去我家就是挺纠缠的哈。当时我跟他就是为什么有第一次呢，其实我并不喜欢男人缠着我这样。后来我是想反正男女之间就他可能就是为了那点事儿啊。当时我就想，那你得到了之后，你就没有那种新鲜感了，或许就不会再对我这样纠缠了。孙美波说，虽然他和王仁学有过不正当关系，但两个人各自有家庭，不可能继续发展。等到花期一过，王仁学外出卖蜂蜜，见面机会也就越来越少。直到2012年中秋节前夕，孙美波才突然接到王仁学打来的一个奇怪电话。他问我8月15回家不回家，他想见我。他想见我，问我15回去不回，我说回去。我回去，他说他也要去。这不王仁学要去吗？孙美波说，当时王仁学提出要去他家做客，碍于过去的情面，孙美波就答应了。中秋节当晚，孙美波全家老少和王仁学吃了最后一顿饭。结果那天我感觉没喝多少酒，不过我喝的也不少，反正是有的事儿吧，并不是说记得那么清楚啊。9点多钟，不到10点嘛，9点多钟嘛。然后他就走了，王仁学就不知道去哪儿了。孙美波说，发现王仁学失踪后，他和家人也曾帮着寻找，但一直没有结果。现在警方把怀疑的矛头指向他，这让孙美波感到委屈。在他看来，虽然自己和王仁学曾经感情出轨，但两人没有矛盾，他怎么可能谋害对方呢？我跟王银雪没有什么冤，没有什么仇，我就不知道王银雪去向，我也不知道他到底现在怎么样。我说我就想知道一个结果，王银雪到底现在怎么样了？为了证明自己无辜，孙美波还主动跑到电信部门，打出了自己的电话清单，交给了警方。他说，通话单可以证明他真的已经很久不和王银雪联系了。通过我们的侦查，啊，他就是。他这个孙美波呢，是最后一个与失踪者有过电话联系的人，也就是说，失踪者在和他打过电话以后，在手机的关系再联系不上。先通过分析，孙美波的话呢，发现了，就是9月30号，这个
这个其中有个电话，尾号是4023的。这个9月3号，这个4023那个这个尾号这个4023电话和孙云波这个9300有过9次联系，就是9月3号第一天，其中最长的一次就在晚上，就是通话是1800多秒。孙美波自作聪明，他没有想到，本想为自己开脱的这张通话单，却暴露出了两大疑点。第一，他是最后一个跟王仁学联系的人，时间是在2012年的9月30日，也就是中秋节的下午。在这次通话之后，王仁学再也没有和任何人联系过。第二，就在同一天，孙伟波还和一个手机尾号为4023的人频繁联系，一直到深夜。这个人会是谁？他和孙伟波在商量什么？事情很清楚了，那个被孙美波轻描淡写的中秋之夜，其实暗藏杀机。最后的晚餐，欢聚之后，罪恶圈套正步步收紧。最后的晚餐，一线正在播出。时间退回到2012年9月30日，中秋节当天。王仁学给孙美波打去电话，相约中秋节晚上一起到孙美波家吃饭。只是王仁学一定不知道，就在电话的那头，有一个男人一直在听着他和孙美波的通话。那个手机声音都有扩音器，他我就跟他说，一打电话来你就把扩音器打开，这我听到了。然后我就跟孙美波说，不行，得收拾他。冯增辉30岁，山东莱州市人，他就是尾号为4023的手机机主，也就是在王仁学失踪那天和孙美波频频联络的人。那天得知王仁学要上孙美波家吃饭，冯增辉感到机会来了。对，一开始我是想教训教训他，这不说，我说不行，找人给他把腿打断了。他说打断腿不行，他有黑社会上的朋友，并且他又准备了一些东西，还有他有一些熟人，怕在家里打电话给你找人来收拾你。然后他说得把他弄死，我说弄死不行，我说他一条人命换咱两条人命，背上人命官司不行，然后这事就搁下了。其实在此之前，冯增辉并没有见过王仁学，那么他的仇恨从何而来呢？事情的源头仍然是孙美波。其实在事发前2个月，孙美波就和冯增辉住在一起了。就孙老师对我挺照顾，自然而然的心就靠近了。当时就是那跟他都好长时间没有联系，跟冯增辉不行，不一样。跟冯增辉，冯增辉我挺喜欢，当时我挺喜欢他的。如果不喜欢他的话，我不会跟他走到一起。原来，在孙美波告别王仁学下山回家后，这个女人渐渐发现，经历了这一次的感情变化，她对于家庭和丈夫有了不同的感觉。你老公对你的关系怎么样？以前挺好的。后来怎么好？那个，因为我主要原因吧，我就不想出门。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反正就不想出去。他就想让我出去跟他去做保险去，因为做保险我就他也要跟人接触，就是当时那个开饭店的时候吧，接触的人挺杂的，我挺烦的，挺烦跟人接触的。后来之后就感觉身体也不太好，反正你就不想，很想，就是真的不想跟人出去接触。后来他让我做保险，又去考一个证，我自己就挺上火的。孙美波说，她不愿意和丈夫一起卖保险，家里生活又紧张，她就独自到了城里，在一家歌厅里当收银员。正是在那里，她和做服务生的冯增辉认识了。属于一见挺喜欢的那种。对，也不是说漂亮，我自小就喜欢年龄大一点的，就说体格小一点的。当时感觉那个姿势是挺好的，他不会说这个，他是说不让我跟别的男人说话又干什么的，他就说嘛，他说你只能跟我说话啊。
那时候也没有，然后他挺在乎我的。那时的冯增辉因为和父亲妻子的矛盾已经很长时间不回家了，孙美波的出现似乎给他灰暗的生活带来了一抹亮色。尽管这个女人比自己大十岁，但也许是为了排遣寂寞，冯增辉还是很快就走进了她。于是两个人开始租房同居。因为跟他有那种关系，他就不让我回家了。他说我有时候吧，我又休班要回家，他就给我发信息，他说他又修门啊，又不想，又喘不过气来，又心里难受啊，又怎么样了？感觉他真的是挺在乎的，所以我说那我就不回家，再陪陪你啊，没回去。之后后来他就跟我说，他说要，他说不让我回家，让我离婚。孙美波说，冯增辉占有欲很强，不允许他出门，不允许他和别人接触。而这也正合他意，并且他觉得这正是冯增辉在乎他的表现，甚至两个人打算各自离婚然后结婚。我感觉只要有爱，年龄、家庭都不行。离婚不可能吧？我不可能一下子就离婚，这么短时间我离婚嘛？哈、啊，他说那你就不能回家，你不回家半年以后，那个法院自动就给你判离婚了。为了满足自私的情欲，冯增辉和孙美波全然忘记了对各自家庭的责任，似乎也不再顾及社会道德的约束。但是偏偏在这个时候，王仁学开始频繁联系孙美波，不断打来的电话让这个女人非常烦躁。我说我方便的话我就给你打电话了，我说你别给我打了，你比如上班还想你保持一点关系是吗？应该是吧，应该是想保持那种关系吧。但是你那时候已经不想了。对呀、啊，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就是也分开很长时间了，分开这个时间一个长了，就是跟他虽然有那种关系，就并没有想要跟他说，跟他去有一个什么结果啊，跟这个冯增辉吧，当时是因为挺喜欢他的。孙美波说，当时他已经和冯增辉在一起了，不想再和王仁学再有瓜葛。另外他也很担心冯增辉知道后出什么乱子。我就怕有什么事儿哈，因为这冯增辉这个人他挺极端的，为什么我就是一直也没敢回家，我就是怕他做一些这个对家里不利的事儿。然而对于孙美波的冷淡，王仁学非但没有就此罢手，反而变本加厉。2012年9月的一天，孙美波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刚吃完中午饭，我刚刚要睡午觉，他就打来电话了。我说你有什么事吗？他说没事儿，你在干什么？我说我要睡午觉了啊。我说行了，我说没事儿，我说等我睡醒了再说吧啊。其实我说这话应该知道我不方便吧，但是他又打过来了。他就说在电话就说，我和你没有任何关系，以后别再来烦我。他就挂电话了，我就问谁，他就告诉我。这个男的经常去骚扰他，找他。对于孙美波的描述，冯增辉深信不疑。尤其是孙美波当着他的面拒绝那个男人，冯增辉觉得孙美波对自己还是真心的。所以，当王仁学再次打电话给孙美波时，冯增辉直接拿起了电话。我说你什么意思？他说他是我的。我说现在我俩在一起。当时的怎么说的？电话里边。电话里边说你是谁？说我是他男人。说你是我他男人，两个就是讲这个事儿。他说他是我的，必须让他回来，不回来我就让你好看。我说我也不是瞎的。因为电话声音都挺大的嘛哈，然后就是反正两个人在电话里边骂，我当时我就害怕了。这次电话里隔空对骂，拉开了两个男人恶意争斗的序幕。很明显，孙美波的天平倾向于冯增辉，这深深刺激了王仁学，并对孙美波穷追不舍。他找不到孙美波在城里的住处，就一再打电话给孙美波，要求他离开冯增辉。后来你打电话跟我说，说这个人吧，我打听过了，无恶不作啊，什么事儿都干，家里还有老婆孩子，因为经常跟他爸爸打架，把家里就砸了，就经常被派出所带走了，家里人都不认他。啊，在外边欠了老多钱，老多债的。
然而，王仁学的死缠烂打不仅没有让孙美波回心转意，反而让他更加厌恶王仁学。不感兴趣了，因为他遇到孙子辉，一个年轻人，再一个长得也漂亮，又能说会道，讨女人欢心，所以说对王仁学不感兴趣。就这样，三个人之间的纠缠持续着，火药味儿也一天比一天浓。终于，王仁学给孙美波下了最后通牒：给你两条道啊，一，我给你拿包药，你把这个。把这人毒死，就是把冯德辉毒死啊，然后打电话给我，我把尸体处理掉啊。二，他什么？你什么时候回家？让他带你走哪条道？你提前跟我说，我在道上把他干了，我枪都买好了。我听到这样的话，我能不害怕啊？我就吓得我当时那个手机拿都快掉了。我说问他王一雪，我说你要作死吗？他说死就死啊，你家老子小子都在我手里，死一块死，死了都热闹。听到以后我就。当时我没吱声，他们打完电话，我过了一个多小时，我给他打电话，我说：“怎么你还想要死我？”然后他说：“我不光要要死你，我还要把孙明波抢回来。”对，他说他要去整他嘛，要去那个去收拾收拾他嘛，是去整他的。于是，针对王仁学，两个人开始商量先下手为强。而就在这时，王仁学再次打电话给孙美波，孙美波顺水推舟，两人约定。中秋节晚上到孙美波家里吃饭，时间一敲定，孙美波和冯增辉立即开始着手准备。这个孙美波就跟我说，他说8月15我让王峰上我妈家吃饭，我把他灌醉了。灌醉以后他的抵抗能力弱了，弱了可以把他给轻易的杀死。所以说这个孙美波就负责，就负责给他这个把他灌醉。那么这个冯增辉呢，也提前准备好作案工具了，木头棍、铁丝、石头，还有胶带。2012年9月30日傍晚，不明就里的王仁学兴冲冲地赶到了孙美波家吃饭。那时的他怎么也不会想到，那是他最后的晚餐，一个罪恶的圈套正在步步收集。按照计划，冯增辉提前进入王仁学的住处，等王仁学被灌醉进入房间后再对其下手。然而意外的情况出现了，他喝多了走不了了，然后他就给我打电话，你过来到这儿去。我说村里那么些人，一打他他不有这么点，我说不能到那儿去，他说不行他走不了了，先过来吧，我就先把他弄到别的没人的地方。那天晚上王仁学一时高兴竟然喝多了，坐在孙美波家门口不远的石凳上无法行动。接到孙美波的电话，冯增辉立即开着提前借来的车赶了过来。过来以后我一下车跟孙某一说话，就是王某就听到以后他就起来了，摇摇晃晃起来以后上来就两手又抓我一点想掐我脖子，然后我一下就挡开了，挡开以后他又来掐我脖子，然后那时候我就有点火热，我一脚就把他踹地了，踹地吧，正好夏天的时候随手拿着镐把子，一镐把子就卸到他脸上。案发当天，这个王银学在这个孙美波外喝酒喝多了以后，就顺间走过来，走到这个石条附近，因为这个喝酒太多，就是走不动了，就摔倒了，摔到躺，摔到就躺在这个石条附近。其实王仁学并没有被一棍子打死，他只是被打晕了。稍后清醒过来的他就挣扎着要爬起来。坐起来的时候，黄总我就看他就把他勒起来了。勒起来之后就那个把他抱到那个火化箱里边啊，当时我就是害怕了，我就没，我那时候我就呆了，就是真的很害怕，不知道他要做什么。他把他装进之后，我看那个王一雪要往外爬嘛，往外爬他就把他往里按了一下，把火化箱那个盖上。黑暗中，冯增辉开车载着王仁学迅速离去，在行驶的过程中，他听到后备箱里王仁学不断的挣扎。
冯增辉停了下来。他就一看前后也没人，就把车停在路边了，他就停在这个位置。停在路边以后，这个一开盖，这个死者在里边反抗以后，这个冯增辉就随手拿起他给你准备好的木棍，连续击打这个死者的头部。挨着他，他用他手还来打我，脚也踹我，当时我就懵了一下，随手拿起把把子，把朝他头上打去，然后打了那四五个把子，不动弹了。直到王仁学再也没有了动静，冯增辉才扣上后备箱驾车离去。随后，他将王仁学抛在了几十公里之外的一个大坑里。慢走。慢走。你再去救人。坐着吧。当晚，冯增辉又回去接上孙美波，一起回到了他们的出租屋。这时，惊恐不已的他们又想起王仁学的电动三轮车还停在院子里。为了制造王仁学离家出走的假象，2012年10月2日深夜，冯增辉又潜入王仁学的住处，开走了王仁学的摩托车。而村民那晚看到的黑影就是冯增辉。对王宽家人说声对不起，我错了。如果我能早日出狱，我会尽我一切能力补偿。如果有来世，我还会补偿。请求他家人原谅。对不起，我不想，我没想到能把他弄死，真不是我本意。我回来毁了他们的家庭，毁了三个家庭。罪恶落幕，此时的冯增辉终于恢复了理智。一段放纵的感情游戏让参与其中的三个人都坠入了自我毁灭的深渊。我该承担什么责任我就承担什么责任吧，既然就是这样，我最对不起的就是我的家人，他们这两个男人我谁都对得起。他破坏了三个家庭，毁了三个家，是你的。非常恨，也恨我自己。通过这个案子，我觉得呢，我们追寻一种幸福，追寻一种快乐，是吧？这是一个人都无可厚非的。但是呢，我们一定要通过一定要在法律和道德这个框架内来追求幸福，来追求快乐。三个家庭的破碎让无辜者背负着漫长的痛苦。王仁学被害后，家中失去了生活来源，残疾的父母痛不欲生，而冯增辉的孩子只有一岁多，妻子又没有工作，全家只能靠老人来接济度日。孙美波刚上初中的女儿也失去了母爱。无视道德的约束，突破法律底线，本案的三名当事人只能承受自己种下的苦果。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明天同一时间再见。